婆，是谁啦？我孙子做，我系妈妈做出来，你冇？阿弟，拜托你让我讲，我吐出来哈。食公安人唔好，还食白死嘞嘞！你喺外头人家忙家啥？拜托你，好拜托你，人还沉转来人，啊，只骂几两句，还冇打几恁恁嘞，其实这不还对。爱到的了，强者上家。强者下家，阮是袂倒马甲雨声。哦，用力拼出聪明，不管路上有几凹陷。那风飞赛朋友拢讲，东东无看到机嘞。对啊，手机也不接，他家人也说他不在家。我们一定要找到他，当面问清楚，他到底发生什么事。问题耶，你拿到七，而且交头找了那么多次都没找到哎。一定有办法了啦。金针菇每天都盯着我们看，等到教头来他才回家哎。要怎么转？啊，你们干嘛停下来？继续练啊！好，快点，快点！龟子好可爱哦！啊，我是年轻的能量，就要动起来！啊，不管天气冷不冷，就要动起来！我空了因老爸的好朋友啦，老师啦，无代志，来，老师坐坐。你来找空了是啥物代志？杨俊康他父亲过世之后，他就没有再来学校，然后他也没有回家，家里人很担心。我来看一下，看他发生什么事。那有什么代志？
讲啊讲，伊要对我，我去好好读册啊。你觉得这样好吗？煞袂记甲恁介绍啦，这孔的因老师啦，啊讲要带咱孔的吼，转去好好读册啦，甲老师敬一下啦。对，老师啊。对不起，我不会的。煞袂记哩啦，老师伫外口袂用啉烧酒啦。孔的啊，啊你唔得好啊，甲恁老师讲好清楚诶。他把这一罐喝掉，我就好好跟他讲。少啰嗦。靠北，你说的多少？这老婆很担心你，我建议你得带回去。怪老师，你遐亲门道来到这，啊，你搞民主放伫倒？我是要安怎带这细汉的啊？太简单啦，这哦。你若啉不完，伫遮无人会甲你毒，煞来看你的生意啊！请问，你突然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？两兄通老熟啦。请问，请问，你忘了你为什么把资金弄掉？大家都在等你。不知道拿冠军，啊！你把董欢喜，你的后人托死，其实讲，其实还伊啦，其实蛮小啦。如果我爸没有去什么狗屁终点去，他不会死。如果我没有逼他。他不会死，其实死人没关系啦，你听吗？他自己不爱惜自己的生命，要喝酒，要吸毒，你救不了他。干！不要叫我爸坏话！你跟我回去啊！你是拜我儿子，永恒啊，你是救我，
回来的事情。萧条。张正义，你出来啊！高跳，高跳，娘哎喏，娘哎喏，都要太麻烦张，娘哎，你莫去上课了。主任哎，哎大贵安不会天发就无人接啊，呀又无上，很多个衰毛，还没出麻烦事情啊。哎呦，我们是谁啦？也可不是。来，哎、欸，朱茵，你坐嘛干？哎，朱茵，坐嘛干啦？哎，要嘛个地方啊？哦，也可不是哦，哈，枕头又卡起来呀。张正义，也很磨好啦，哎用，哎用牙啦。痛的没哈？主任，太沉痛的啦。唔会啦，按你这样地球死的无啊？哎呀，不是笑啦，等去照相哦，其他要慌的啦。好不好？全国比赛，全国比赛，像你有机会得冠军的人都跑掉，还搞个屁啊！你不是我，哎呦，你们不能这样啦！动起来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来，小心，走。动起来，心情好。哦，你们这样等下教头来看了会难过。高条走安普斯暗斗剧，未来这样贵。好呢，也容易的，其身体无爽快啦。想办法，牛头，你要哪个意思？啊！哎呀，我都让你讲过了呢，你是暗人啊，是吗？你是条死猪，可以解决问题啊！那不会做心肠哥，给条社会，做麻烦难搞，
因为记得啥？软弱，容易受伤，结果也做心脏的，痛痛这家先慢慢落去。安尼算我们搞好啥的咯？你来好运。那么在要？啊？伊讲伊无做着，伊后生伊讲伊无做着，我老爱要老婆的，来不死个伊边个又做着呀？啊？我根本找不回他们。我只会害死他们。两个娃，你老爷不乱不公，你要让俺，让俺红运，天台啊！后生哎，兵只要用慢兵一点嘛。哦，两条线哦，来，你再卡开来。我问你点下来啊？以前的时节，那方言，关于后生的状态，潜藏了的时候哦。婆罗阿婆出来了，兵子遥。做嘛个啦？这婆罗阿婆啊，佮始终因为讲，佮条土树土到半烂成个死活的哦，就像佮脚冲脱个子遥。哎，你做中土后人的老师，就像个前田子尧的树。看啊，这条悠悠的线，啊，哎，有看到吗？啊，你要出，哎，你做欣赏的人的爱心。子尧爱在天堂不要有条件，我经过试验，我克服困难。还会提风向，万一人家个资料去跌下来，还去脚冲脱嘞，很做心上瘾。我老实甲讲，从头到尾两条线，来都靠眼的，咋的？不是标书。破街哦，听说金毛诶，发高头变到安尼啊？对，我们一定要找金毛问清楚。永半亲，哦，原来亲。初一亲啊，废话。啊？初一亲。老高有才诶。老高，老高交给东东就好了。走啊、欸！有脑袋就交给东东，走。哎、欸，鬼子，你脚受伤。还是留在这里好了。还有全身热血做的啦。行啦。主任好。主任好。你在这里做吗？东东有发威，然后你跟我。吉
台西讲，爱着先去种菜哈，种菜啊。呀，种满个菜。啊？不会只想去洗，不想。不改啊，你讲。啊？你咪更年期了咧？啊？讲乜嘅？更年期是什么？不是提这个嘞，那事情那个。你那个挺老。吃饭，哎，都这么干啊！吃饭，吃饭，怎么去吃饭？吃饭没意义啊！哦，那个啦，那个，哪个？用哎，用扣好。三八啦，来了，哎，慢开，哎，那个你还没刮鼻毛，走。金毛，快出来哦！金毛，你一直打电话是找得到是不是？不然怎么办？手机打了万遍，他也不接。我们分头去找好了。想去前面公园找，然后分头去。金毛。要去上课。哎，老高可这么干，你这么累，更不爱早熟。就地下做嘛。你一定要跟我们说清楚啊！金毛，去钓鱼做嘛东西？还弄你来做嘛吧？够啊，金毛走。那个，他们家务事呢？这位小姐怀孕了。对，所以让他们处理一下。对。对啊，对啊，家务事我们还是不要管比较好。干！哎，金毛，你要怎么样？金毛，我把你变成这样啊？听不懂啦。我们赶快长大，好不好？我想长大，我想赚钱，就是希望能够和妈妈还有弟弟住在一起，每天平平安安。快快乐乐的，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如果有一天妈妈不在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活着的意义是什么。所以我知道你心里的感受，你有多难过，这我都知道。我也想要有一个和别人一样的爸爸，就算他不工作也没关系，我可以赚钱。就算他躺在床上也没关系，我可以照顾他。
最后一次看到爸爸是在学院里面，我跟他说我叫他快滚，我叫他快滚，我叫他不要在这边丢人现眼。多穷死的夜，只有呀只有我手里托，多少个晚来时寒江归不得。等会哈，哪边？苏丹唔爱还工的，哪个苏还爱变自由的呢？大伯啊，你心情不好，请你洗一口茶。哎，你阿姐，健康食物。就被吃到了，有反常哎。才，那医生原来唔好啊！我唔爱管你啊！干杯！爹，哪会哪一些些？哎，哪的？你莫不用提。今日先做去了，再见。
啦，普罗阿公把门弄坏了。哎，听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都喜欢路边送，走啊。哎，你不去扫地，我就在这里跟你睡觉哦。不然你不去扫地，我就说你在这里跟我援交。眼睛闭起来，这里不能有那个。玛丽亚要上班了。你去睡了，我弄就好了，这么晚。我不会喝酒了，哦，不要担心，去睡觉。教头，你要守信用啦。我最讨厌喝酒的人了。我知道，嗯。那，你不要生金毛的气，好不好？你是一位很棒的老师，哎。嗯，对。抱一下，你这个小秃头，哎，如果到五十岁还没有人要，我就嫁给你。去睡觉，好，去睡觉，好，再抱一下啦。加油。早饭晚饭早饭不来吧。有泪吧男儿，来抱一个。有感动吗？如果你信赖我，还是会抱你。男教头，哦，暗号啊，哦，理由气象也得会爱我。喂，小奈，对不起啊，我认识哦。哎呦，有嘛好识哦，没啦，看动图的。哎，哎呦，那么好爱你嘛！你呐，亲手黑记，你掉头来做嘛噶？妈，亲手黑记啦，那黑老高条等一下，我唔落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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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了，来不及了，下课后。黑妹，什么东西的？爱情动作片。赶快抱一下。谢谢。哎，你很熟啦，熟啦，熟啦，好熟啦！上课上课了，亚玲啊。好吗？妈。
来，淑君。这样跑步哦。喂，阳光学员。嗨嗨嗨嗨，我是。啊？小平，小平。哎。跟你讲，那个志工刚刚打电话来哦，你妈在医院，现在急救。来，跟我来，跟我来。张老师，张老师。啊。主任把小明带走。到场的时候，他人已经昏迷。邻居说，他的先生在打伤他之后，就带着自己的儿子跑掉。后来邻居才发现，他竟然被打得这么的严重。病人除了肋骨断掉3根之外，目前最令人担心的是，因为伤势集中在头部，急救之后，病人一直还没恢复意识。你们要有心理准备。小平，小平，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个女生，大概这样高，头发短短的，住这附近叫范小平。没有哎、欸。没有哦、喔嗯。不好意思。谢谢谢谢。哎，马哥。天姑啊，阿坤哦，阿你磨好了，阿差点全都压不起毛呢。起毛。起毛呐，阿你起毛好了，时间也差不多哎，回转啦。这小平啊，我今天出来喊你听听啊，哥，我走你啦。冇可能呐，他最在乎就是他妈妈。今日本应大段哟，你听说我请个小组拖转来啊？哦，警察都请到去的，小平也请得到呢。妈妈，朱英，现在金针菇转以后眼了。
把后场的人先放空了。送你啦！我在这边等，等小兵回来找他继父。我告亚，他就莫忙个事情啊。现在伊人，我来留到亚，轮流去请。不是的啦，我来这样做啦，好嘛，这样做啦。我来不是，我要去请小兵啊。哎、欸，李正姑。哎、欸，你请什么啦？我好啦。哦。不知道他们找到小平了没有？吉毛在了嘞，小平妈在了嘞，全家不散。唔好去讲啦，唐道龙等伊啦。哎、欸，要来电话很多人哦。见到小平嘛？你要老师不一起呢，你要恁自责啦。你要对我都要磨好了。哎，正业正业，啊，正业啊，我正业。你要干嘛？小平唔见摕，我去老吉讲啊。吉摩诶，无听错，做得天书情。走吧。哎、欸，那我嘞，我也要去啊。只有一台车诶，我扭了去。你有三只脚。你叫你爸载你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找到吉玛跟我说啊。臭猩猩，嗨！爸，不要回家好不好？那个，我们要找金毛。金毛没有这么卡。金毛通讲个姓人，啊，买买俩姓人，还买俩孙呢。你讲家公带人去找过？然后你搞假公的，哎，不因为你是差，差不多，哎，你光棍是。出戏啊！你有没爱出呢？怎么变这样？惨！鸡毛用药用太多，整个卡掉。老爷条东西本金毛做么改？又不是我给的，更何况他爸是大药头哎。本身也不吸毒，好不好？杨俊康，杨俊康，你老爱哄起来。小平，你跟他啊？他妈都快被打死了。杨俊康，你老爱哄起来哦。杨俊康，杨俊康哦。起来。这石头，莫怪我按摩是按摩台，按摩用，按摩哎，你要说呢？安你看，光脸出去啊！你是想，你重看啊？这边呢？哦，妈的！干！你要干嘛啦？掉牙，白痴是不是啊？痛哎、欸、你！你知道小平现在在哪里啦？小平不见了啦！他妈还在医院，你到底在搞什么东西？自己看着办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你们那边有一个病患叫吕石原小姐，现在清醒了吗？嗯，哦，没关系。对，那个如果他女儿去找他的话，麻烦可以跟我联络吗？我姓张。对对，0913809010。好，麻烦你哦。肚皮哦。
唔记得得带钱出来。唔做过。赶紧买本子。大嫂，金毛跟小新找到小平了，快点，快上车。至少还活着，我爸呢？我爸死掉了啦，你懂吗？你妈至少还活着啊！我们都一样。我不要没有妈妈。我不要没有妈妈，我们都一样。我想去三哥，就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不够关心他们，所以才需要我啊！你懂强哦，你连三年就没见过，你凭什么搞奶啊你？自由，自由，不可少离。